哇，开始了！青春剧。你能不能快点？农夫山泉，这么喝甜？甜甜甜，什么玩意儿甜？赶紧上课去。你叫我瓶子。 不行啊！行，我给你告校长去。爸，有人抢我瓶子！爸，有人抢我瓶子！哇，好纯洁的感觉！爸，嗯，不是我说你这孩子多大了呀？我一天得说多少遍呀？我刚扫完，你看你又刻一地。不是奶奶，这真不是我刻的。你奶奶呀？说什么呢？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阿什么姨？ 阿什么姨，大姐，这真不是我刻的。胡来是不是？刚才有俩孩子，一个瘦，一个胖，就在这站着刻。刻完一地跑了，还叫着爸跑的呢。哪俩孩子呀？我咋没看见啊？我看就是你弄的。不是，你看看啊，这都几点了？你怎么还不去上课呀？我有事儿。我说话没力度是不是？我告诉你们校长去，我看管不管用啊！别别别别别，您千万别告校长，您有力度。 啊，您有力度，赶紧的，上课去。站住！进门打报告了吗？报告，进。站住！ 问老师好了吗？老师，两句话不能一块说吗？报告。还有呢？老师，我不都是进门才说的吗？好，进来吧。老师，为什么迟到？老师，刚才出大事了。怎么了？ 咱们学校不有一个常年在这打扫卫生的阿姨吗？嗯，刚才抽风了，躺地上了，口吐白沫，这被我碰见了，然后我就赶紧找其他老师送医院了。No， 全是借口。 No，不好事，好像是英文老师是吧？嗯，告诉你，罚你值日一周。一会儿再有同学迟到的话，老师绝不手软。回座坐着去。 快，坐好事还罚呀？坐下。报告，老师好。为什么迟到？我扶一位过马路的老奶奶去打醋。虽然你们两个人迟到了，但是深深的感动了老师。一个月之内你们俩不用值。找其他老师送医院了。 No，全是借口，罚你值日一周。哎，不是，老师，那我也是助人为乐，为什么我就要打扫值日一星期呢？跟老师犟嘴？我没犟嘴，我就询问一下，询问。就想让你值日，你能咋的？ 我感觉纯哥脑子有点乱，他在想这个老师好像脑子有病一样。老师，你要这么说，嗯，那我就认了。哎，对了，那你就认吧。老师，我们能回去了吗？回去。哎，我坐。 上次坐我的座，那哪是我的？我坐。你干嘛呢，天福？太好喝了，什么东西？我眯一口。
虽然说咪口牛乳茶高端又好喝，那你也不能上课的时候喝呀。啊，拿来，就摆这儿吧。咪口牛乳茶，哦，好喝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同学们，咱们一定要好好学习，一定要把那个心气提起来，马上就期中考试了啊！你们是不是都忘了咱们班的口号？没忘，没忘。大声的给我读出来！二班，二班，我们最棒！珍惜时间，积极向上，为了理想奋发图强，好好学习，不搞对象。不是你，不，这不是收了吗？励志崇德，求知创新，这不就对了吗？啊，这这么明显的都在上面写着呢，这怎么就？哎呦我的天哪，真是！来啊，都认真点啊，咱们现在正式开始上课。这诗谁写的？报告老师，我知道。谁写的？是杜淳写的。杜淳，又是你！哎，杜淳，你起立来。哎，来，站到前面来。站到老师的讲桌面前，来。我啥时候写过？挺快啊。是不是你写的？是不是你写的？是是是是。这诗写的什么意思？跟圈儿一样。老师口臭。好，你们啊年纪小，啊，顽皮，任性，老师不跟你们一般见识，啊，来，把书翻到63页。志哥，把这个给班主啊，谢谢了。情书啊，现在给啊。现在给，现在。小白，小白，小白。来，咱们先看这个左上角的这个小框啊。孙中山呢，早年的时候，他首先是在香港啊学医，然后毕了业之后呢，他这个比较擅长的呢，之前是，怎么了？杜淳给人家写情书，就是你，杜淳，就怎么就所有的事儿都是你呢？啊，我看写什么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老师，啊，不光是这样，他还耽误我的学习，这都是他之前给我写的情书，你看。哇，我一直都留着呢，好痴情啊！但是我都没怎么看，老师你看看，你看。哎呦呵，我看看啊，我看看你都写的啥啊？你写啥了？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啊，这是个小面包人在发波吗？给我解释解释，这画的是什么？我的一片爱心 ，biu biu。这个表情，我告妈你啊！不是，小斐，小斐，小斐，你干嘛去了你？我演的这个角色好讨厌。杜淳，你这样，你现在啊，回家去把你的妈妈请过来，我要跟你的妈妈好好聊一聊有关你的事儿，去吧。啊，我妈？对，去把妈妈叫回来。老师，我妈上班。不用找了，老师。请问您是？我是杜淳他妈。Cool。我不是跟你说不让你进教室来吗？我是不是给你丢人了？没有，你这你老抢同学的瓶子干什么？
妈，我不就想让你少干点活吗？他们随手都扔在那儿，不就得您一个个去捡、去打扫起来吗？我不用你帮我，你好好学习比什么都强。不是，妈妈，那个老师还在这儿呢。不是大妹子，不是你去，阿姨。阿姨，不，你咋真哭了呢？阿姨，咱们演戏，咱们这怀念高中时代嘛，咱们这不是？不是，你咋还真哭了呢？阿姨，戏了。阿姨，你这不是？是你哦，这是个反转，这是戏中戏。又反转！太可怕了，我天哪！哎，老同学们啊，我海鲜酒楼的桌已经订好了，咱们边吃边聊啊。好啊，好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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